像这样折好，左右同样高度，中间比左右高。左右绳子交叉一下，右边绳子从下面的小圈穿出来，再穿过上面的小圈，从中间的大圈穿过来，最后回到第一个小圈穿过。左边也是同样的方法，上下同时拉紧绳子，调整一下，完成。